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ay Gibbs， 我是 Angie。嗨，我们终于买房了。其实这个影片，已经快一年前吧。我们那时候有点小忙，就是要搬家嘛，就没办法拍影片。对，今天只是想介绍我们的房到底是怎样，我们一起进去看好不好 ？Go。老婆，你喜欢这个房子吗？喜欢。很漂亮，对不对？对。从今天开始，你不能再从这个门口进来哦，因为我要把这个房把它装修，然后送一个礼物给你。什么来的？到时候你就会知道。所以从今天开始，你要从后面，对，就是这里后面，然后从这里进来哦。要等到我装修好了，然后就送给你，好不好？后门吗？后门，对，后我们后院的门那边进来。好啊。好啦，我们再继续看别的地方，我们去看后院。刚才刚刚看的就是我们刚刚买了不久的房子，对，那时候可能太兴奋了，就根本没想到要拍片，对，影片不是很好，因为其实那时候根本没想到要去拍，还好，刚才那个片都是 Angie 拍的。其实我们已经是搬进来住了，还记得 Angie 生日，然后有拍过那个。做种子的，其实我们就是当时那时候已经是在那住了，对，只是现在要给大家看看我们买的房，然后我都很常在后园已经开始装修，也原因因为专门的人去装修太贵了，我跟 Angie 谈了，就想到好吧，我装修之后我自己。来吧，我觉得第一样东西我会去装修的，可能就是我的冰箱。还没买房的时候，我们之前已经买了个冰箱，
然后发现拿到来这里的时候没办法放进去，那因为它的位已经定了，然后我就改了变宽一点，然后把冰箱可以塞进去。对对，感觉现在好好，还好那个位置足够让我去改。下一样就是我会改，在装修第一个房是要给 Angie 一个 surprise， 他还不知道我要做什么，但是现在是可能要为难他，进门跟出去也是要从后面，对，你想知道我把第一个房变成怎样送给他吗？记得收看哦，对，要记得收看哦，对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，谢谢你们收看，希望你们喜欢我们的影片。这一次的影片可能拍得不太好，因为这个都快一年前的片了，我发现很多片段都没有拍到下来。如果还没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请订阅。如果喜欢这个影片呢，给个赞，记得分享我们的影片哦。晚安哦，拜拜。